武侠剧中断臂的十大高手，谁的武功最强？第九名，秦霜。秦霜是风云中人物，他是雄霸的陆氏弟子，与步惊云、聂风从小一起长大，三人情同手足。秦霜的最强武功是天霜拳，天霜拳虽然不如风神腿飘逸凌厉，也不如排云掌惊天动地霸气四方，但他却是雄霸三绝之首。无奈秦霜的武学资质不如风云，所以秦霜在武学上成就并不高。秦霜为人重情重义，待人真诚，所以深受步惊云与聂风的尊敬。当风云二人叛出天下会之时，他为了搭救两位师弟，不惜与师父雄霸反目成仇，被雄霸打断一只手臂。秦霜虽然断了一只臂，但这似乎丝毫也不会影响天霜拳的威力，更加没有人敢小看这位曾经的天霜堂堂主。之后秦霜为了阻止决心夺取聂风的龙脉与血影狂刀，被决心杀死。秦霜一生十分短暂，但是他的大仁大义当真鲜少可见，所以秦霜综合排名位列第九位，